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的5月24号星期二，农历是4月18。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喂。喂，你好。哎，台长听不见你声音啊，没办法，这会儿再试试打吧。喂，你好。哎，台长你好。你好。你好。台长，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自己1964年的龙吗？六四年属龙的是吧？对，你念经没念经啊？64年属龙。你念经没念经？有念经了一年多。啊，64年属龙。想看什么讲给我听啊？啊，我是我的身体很像啊，我的胃有大肠泡，还有我的脚啊腰都有问题。你身上还有灵性啊？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要看啊。一个小孩。看我。哦，有一个小孩。哎。OK， 我叫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小孩只要念30张。小孩子30张。另外还有一个、okay ，另外还有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嗯。OK。个子不高，脸扁扁的，下巴颏翘起来的。死掉的。哦。嗯，给他念。那他要念，大概要念36章。啊，36章。啊，你好好念。你现在我告诉你，你不单单腰不好啊，你妇科也不好。啊，对对对。啊，对对对了，还有啊，肚子经常痛。对，我也是有大颈泡。我告诉你，胃也是不好。我告诉你，你的胃主要问题，我看现在里边黑气很重，就是说你过去啊、哦，你过去那个肠胃保护的很不好，所以你现在一冷，这胃就痛。已经很久了，对。对啊，一冷就痛，听得懂了吗？我的业障大多数是在哪一个部位？肠胃上。妇科，肠胃上啊，你现在我告诉你，你现在问题这个肠胃和妇科是最不好的，你的腰问题还不大，听得懂吗？脚也是很痛，每次也是蹲不下来。你要去查一下了，你现在的脚啊，你的脚跟你现在，我看你这跟糖尿病有关系。哦，糖尿病。Okay、啊，我觉得你。血液凝度特别高，所以你的血的颜色跟正常人不一样，所以我看你血糖有点问题。听得懂吗？我已经吃素了一年多。啊，吃素一年多，并不代表就是你过去吃的活着它就不会报复你呀、啊。过去呢，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活到今天，你吃了多少年荤的？对对对，啊，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属龙的是吧？啊，对，64年。偏深一点的。偏深一点，这样我要穿深蓝深黑，这样就比较好，对吗？稍微深一点的颜色比较好。哦，越上越多吗？越上蛮多的，34呢。啊，用34。啊，你的嘴巴听不见的话筒啊，你稍微动一动线，你的电话线不对啊。好吧，34。我很像我的那个婚姻会好吗？不会好。就是每次吵架。每次吵架，我告诉你，本来就是两个人要彻底分开，有2次呢。对对对。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念经还维持着，
所以你现在也不要去在乎它好不好了，就维持着就可以了。啊啊，我念经的质量好吗？跟小房子。你现在蛮好，其实你这个人现在吃的苦头是你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是很苦，小小就没有父亲了。对了，就是年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自己没父亲了之后，但是你有一种对社会啊、对人呐、啊，都有一种恨心和排斥心，所以这就是你造口业，造了很多生业，听得懂了吗？啊，对对对，现在我修了、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就是、现在修了心灵法门好一点吗？因为你只修了一年多呀。如果你修了五年呐、啊、十年呐、现在你的命就不会这样了，听不懂啊？啊，对对对，我明白。我以前，我现在住的屋子会有那个灵性吗？有的时候听到有。有，在房顶上。有。房顶上。哦，房子上。哎、嗯。将要念多少章？就那个女的呀，就那个老太太呀，嗯。哦，就是那老太太。啊，你赶快给她念掉36章不就好了？以前我住的屋子有灵性吗？那个屋子我想要卖掉，可以卖吗？卖掉，全卖吧，卖吧。可以卖啦。啊，可以。还有就是讲，是不是我的业障在身的关系，所以孩子很像不大听话，也不大要听我。就是这个，因为你有小孩子在身上，然后还经常到你孩子身上。哦，他不爱读书吧？他想不要读书、好，每天给他念七遍心经，好了。他自己本身有念的。那太好了，经常念念就会好起来了。我们一家人四个都已经有修，只有我先生没有修，所以我每次都有劝他要念经，但是他还是没有念。没办法，等到缘分成熟了再说吧。他会念吗？有一天。会。哦，我现在的以后的前程会好吗？现在的工作一般一般，你这个人就是一般。哦，一般一般啦、好吗？好了好了好了，不能再问了。啊，谢谢台长啊。再见再见。OK， 再见。喂，你好。喂，哎，对不起。啊。Hello。啊。哎，师兄 ，Hello， 你好。啊，讲吧。Hello。讲啊！啊，师傅你好，弟子向您请安。啊，谢谢。听到吗，师傅？听到，讲吧。啊，同修自己的业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师傅，麻烦您看一下一个72年属老鼠的女的。看什么？啊，身上有没有灵性？有啊有啊有啊，有一个斜眼的灵性。要不要当小房子呢？就是斗鸡眼呐、啊，斗鸡眼呐、啊，就斜眼的一个灵性。哦。啊。要不要当小房子呢，师傅？86章。86章，好的。然后他打胎的孩子走了没有？走了，走了。走了。哎，还有就是师傅，他有3个胚胎在医院里面，请问师傅？他还可以去做试管婴儿吗？他几岁了？他72年，现在有40多岁了。呵呵，依我看是不会活的，做不成功的。哦。做不成功的，还要吃很多苦，还要花很多钱。对。啊。好的好的。那师傅他也要放生多少条鱼呢？2000条。好的好的，师傅。师傅还有一个亡人是何生办2010年往生的，已经烧了100多张小房子了，请问在哪里呢？怎么写？何是一个单人房，一个可，声是声音的声，盼是3点水一个半。盼是什么？一个3点水，一个一半的半。哦，何生盼。啊。我怎么刚刚听你说何生蛋呢？对不起。应该是鸡生蛋。
嗯，对不起。嗯，我看看啊。好。和生蛋。和生蛋，男的女的？男的。啊，死的时候好像还不老嘛。对，不是很老就往生了，嗯，而且是在异国往生的。啊，你看，被他硬抄到阿修罗道了。哦，他烧了100多张小房子，感恩您师父。师父还要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继续烧了，再烧个60张就可以了。啊，60张啊，好的。啊，师父还一个亡人，叫我严木。好了好了，不能讲了，已经两个了，好了，结束了。哦，对不起啊，师父，感恩您，师父。再见。拜拜。嗯。啊，拜拜。喂，你好。喂。你好。哎呀，师傅！哎呀，师傅，我真打通兔兔电话了。啊，是真的假的？嗯。师傅你好，你好，师傅。你好。师傅，谢谢您，谢谢您。啊，师傅，我给我的妈妈看看兔兔。师傅，我谢谢你，我2年之前打通您一次电话。嗯。谢谢我的师父。嗯，啊，我的妈妈是1944年属猴，她的身份证上是42年，那么 是按上实际的这个44年算吧，师父？当然了，按实际的。哦，谢谢师父。她那个胃疼。啊，这胃很不好啊。怎么办，师傅？他那胃没大事吧？我看一下啊，40年属什么的？属猴的。看看啊，哎呦，胃不好哎。嗯，我告诉你啊。哦。肠胃有点溃烂了，有点烂了，肠胃。你烂吧，师傅。对呀，对呀。你说他，我给他最近发愿，我们发愿1000条鱼，然后应了500本经书，师傅。你不吃素怎么行啊？吃了，他吃了好多年素了。我看看啊。嗯。他就是过去吃的东西不健康，然后呢？嗯。然后呢，这我告诉你，他虽然吃素，但是油还是太多，吃油啊，吃的太多。哦，对了，行，师傅。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他炸的东西也吃太多。油炸的东西吧。对啊，油炸的东西不好啊。哦，好。明白了吗？好，不让他吃了。还有啊，我告诉你啊。他身上有一个灵性，啊，一直在搞他，在肠胃上。嗯。是一个乌龟转乌龟吗？嗯，转人的。乌龟转的人吧，师傅。啊，对，啊。谢谢师傅，他那次做梦了。啊，我跟你说，个子矮矮的这个人，个子不高。啊。然后呢，啊，眉毛很浓。哎，是，他说转的是个男的，乌龟变成个男的。对，所以我跟你说，像这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说不定上辈子就是他投胎啊，明白了吗？啊。乌龟投人，然后呢，跟你妈妈肯定有冤结，这辈子在人间死的比较早，哎，明白了吗？哦，明白了，师傅。那给他多少张小房子？怎么念经？给他念多少张？送给他？84张。好。我跟你说。好，师傅。小丫头，你们家呢已经有菩萨保佑了。你妈妈呢？谢谢师傅。你妈妈不会出大事，但是你妈妈呢，过去年轻的时候太漂亮，所以呢，对，惹了很多的啊感情问题，听不懂啊？对对，师傅，是的，她特别挺漂亮。谢谢师傅的好，师傅终于打通您的兔兔电话了。我看你长得也不错嘛，啊，
谢谢师傅，我行了、就是、行。你就是这个鼻子长得差一点，我看你。我黑，我不如我妈妈白，我挺难看的。乖一点呢、啊，你不要去惹这种感情上的事情，听不懂啊？我老实，我原先犯过错误，老实师傅，我向您忏悔，我不对。还跟我说老实呢？你跟我老实，我一看就看见过去不老实。对，我老是过去特别讨厌师傅，我师傅做错了，我不对不起，我向菩萨向师傅忏悔。你好好的改毛病啊，你的肠胃很不好啊。你说我的什么？肠胃很不好。对，我跟我妈妈也，我是反流，我是食道型反流，原先反的挺厉害。反流了、啊、我告诉你，你的肠胃走向都不对。人家是往那边走，你是反过来走的。对，就是他吃东西就不消化，就反上来。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了。嗯。啊，你的肠胃管道不是太顺畅，而且呢，你睡眠也不好，睡眠。对，原先特别差，压伤，现在念了经好多了，但是是师傅。你乖一点啊。你现在帮你、啊、帮你妈妈念念吧，你妈妈这个灵性蛮厉害的，嗯。是啊。我告诉你。师傅，你如果你妈妈再不念掉的话，我告诉你，这个灵性会叫她扩散，做会她叫她身上长瘤的。哎呀，师傅，您保佑保佑她，您跟那个灵性说说好话，然后原谅她，然后她好好念经给她。现在灵性就听得到，你只要你这么讲就可以了，用不着我。对，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让请灵性原谅我妈妈原先做的不对的地方，她挺难受的，然后她还腿疼，师傅，她那个左腿疼的积水，然后骨头没事，但是就是不能走路。我告诉你，现在是左腿，啊，靠小腿的地方，啊。嗯，是啊。以后是右腿还会疼，嗯。这也是一个灵性吗，师傅？对，搞他的。哦，行，这一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一样，就刚刚讲的，一起念。哎，好嘞，师傅，谢谢你们的嫂子。千万。然后那个。千万不能再吃荤的了啊！嗯。不吃荤，他发愿吃长素。嗯。好啦。啊、哦，他每天70多岁念5到6张小房子就可以了。啊、哦，他很精进，念得很那个很精进，那个不知道，他说不知道他哪儿做错了，愿意让我打图腾电话。今天我特别有幸打图腾电话。你就问他在跟你爸爸结婚之前。哦。他有一个男朋友死掉了。哦。听得懂不啦？个子不是就个子不高的、哎、也不知道人家死追着他还是他过去跟人家有过关系现在走掉了。哦，这个人家现在回来找他了。还有其他这个亡人念对吧师傅？对，头发往后梳的，还有一点点卷的。哦，行，那给他这个亡人多少张师傅？刚刚不是讲了吗？哦，也就是这一个人呀、啊，师傅。你还要找几个？我帮你再找两个。啊，不，对不起，师傅，我说错了，感恩师傅、啊。那个。好啦。不，行不行、啊，师傅？好啦。我的孩子是2000年属龙的，他学习不行，不踏实。2000年属龙的，你叫他每天，你要帮他，你每天念7遍心经。7遍心经哈、啊帮他，我给他念49遍行吗？太多了，说不说太多了，嗯。哦，太多了。20最多13遍。哦，难怪我说怎么哦13遍，大悲咒要不要念师傅？大悲咒3遍。大悲咒3遍，好，礼佛我给他他念1遍，我给他念2遍。行吗？啊，太多了，你就是太多了，你只能给他念准提神咒多一点，姐姐咒多一点，其他不能念这么多，孩子太小了。他是16周岁，17岁属龙。那可以了，那可以了，嗯。
能念多点吗，师傅？可以可以。礼佛。礼佛。礼佛念三遍，三遍，最多三遍。三遍、嗯、啊，那么大悲咒心经呢，能多点吗？心经最多二十一遍，大悲咒最好啊、最多最多念七遍，不要太多。嗯。啊，行，礼佛念一到两遍。三遍。三遍。三遍可以哈，解结咒我给他那个念四十九遍以上也行哈。可以啊，好了。啊，准听。好的，师傅，你给我看看莲花，我感恩我的师傅，幺三幺幺三幺二三。我。是你呀、啊？嗯，就是我自己啊，师傅。幺三幺二三，还在还在，莲花还在。谢谢谢谢，哎呦吓得我、嗯、那师傅我再看一下是不是幺三幺二三啊，幺三幺二三，对对对、啊、感恩师傅，在在在啊，您先在天上呢，嗯，在天上，嗯，然后嗯那个颜色好，嗯，什么颜色呀师傅？白的，不能再看了颜色啊，不看了师傅，感恩你、哎、你保重身体，你是不是要你保重身，你是不是要我给你点颜色看看啊？不不不不不不，师傅我听话我听话，跟你开玩笑啊，拜拜啊，拜拜拜拜师傅啊，感恩嗯、好，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哎台长你好。你好。稍微等一下等一下。对的。喂师傅您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哎你好。我想问一下1957年的鸡，然后我爸爸今年是59岁了，然后那个念了两波59的小房子了，然后他有糖尿病，然后脖子后边的血管堵塞，两年前放过一个支架，请师傅帮忙看一下，谢谢。支架是在心脏上的？不是，是在脖子后面的颈动脉一个主血管，等等等等、啊、就因为糖尿病的血管太稠了。等等等等，因为他有糖尿病，帮忙看一下身体就好。啊，偏左的，嗯。啊，对。嗯，看到了。你爸爸心脏也不好。啊。是的，还有啊，两个脚也不好。嗯，对对对，因为本来你、啊、腿上也要放一个支架，后来那医生说先不放，让他多运动，但是其实那个血很稠，对，很稠。你为什么不叫他吃全素啊？他现在就是初一十五吃素，不吃活的。啊，这个是差一点，他的血凝度太高了，他不能再吃、啊、不能再吃荤的东西了。嗯。哦，好好好，我这次你要跟他讲的，叫他许愿的，因为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哎、你爸爸还会小中风啊。今年嘛，今年他59。嗯，会年底的时候、哦、嗯。哦，那我要给他许多少张小房子呢？是在冬天的时候。哦，那我而且你爸爸、嗯、而且你爸爸有便秘。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你去问他经常坐在马桶上半天，这还不懂啊？啊，是有有有、啊、有有 有便秘啊，拉不出来啊！我告诉你，嗯、一使劲儿，血管就会崩裂，血管一崩裂、哦，人就半边就不能动了。听不懂啊？听得懂，听得懂。那师傅，我应该给我爸爸许多少张小房子放生，能就是让他要许愿吃全素，然后给他放生1500条。好的。然后要给他念经，我看一共要念96章。九十六章没问题，我已经我那个59前59后59马上就念完，然后就给他许九十六章。你好好给他念，你是上辈子欠他很多。嗯，是是是，我爸妈对我都很好。啊，你要特别的，你这辈子特别要孝顺一点。我告诉你啊，你要记住，你爸爸，你爸爸这个，而且前列腺也不好，小便不好。好，师傅您多说两句，然后这样我让我爸听录音，然后这次我回去那个顺便参加香港法会的时候就多劝劝我爸，我爸就吃全素了。还要劝呢、啊、他不要命啊，我告诉你他59这个关很危险的。哎，我你告诉他，我告诉他你说现在台长看出他这前列腺不好啊，肥大，嗯，然后呢肾脏不好啊，心脏有问题，眼睛有一个眼睛也经常流泪干不好。
是是是，因为他那个就是糖尿病大的眼睛色有点像白内障似的那个样子。看见吗？滴了您说那个德国脸药水稍微好一点，但是因为他、啊、只能控制又不能改好。对，这个德国眼药水呢，就是你经常点呢，就是控制住了，不能让他白内障继续恶化，听得懂吗？对，啊，听得懂。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会掉头发，然后呢记性越来越差，嗯嗯，是啊，我爸脾气也特别大，脾气不好，脾气很不好的，嗯，他肝好像不好，我觉得因为他老是那个脾气大嘛，性子急，嗯，肝一点点，不是太厉害，嗯，行，那他身上还有其他药精者吗？就是除了96章，你问他，他不知道杀死了很多的蚂蚁，也不知道是蟑螂。我看有一大圈爬在他身上。我爸肯定有杀生，他不是说他不是说他那个什么，是因为平常以前我小时候我们家吃的什么都是我爸杀的，所以。而且他家里厨房里有蚂蚁啊什么，他都会杀的，他就拿水浇、啊。是是是，我们家、哎、我们家都是我爸杀的，嗯、都是我爸替我们杀的。哎，好了，好好叫他念经吧，好了。嗯，好，师傅您稍等一下，再问一个王人，姓陈，耳东陈，文是文化的文，利是胜利的利。男的女的？女的，16年走，1月份走的，陈文利，感恩师傅。啊，到阿修罗了，嗯。到阿修罗到了，嗯、然后师傅，那还要再念多少章？还能再往上？还要念，他在阿修罗很差的地方，嗯。哦，那还要再念多少章呢？65。65章、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感恩师傅。再见，再见。师傅再见。嗯嗯。喂，你好。哎。你好。哎，是师傅吗？是。师傅，我想今天看图腾，对吗？对呀、啊。我是82年的狗。82年的小狗了。看看年花。年花了，莲花还年花了，嗯。莲花83666。8366。还在拜的蛮早的嘛，8366。哎。8366。在在在，还在，嗯。长得好不好呢，师傅？想听听你给我。蛮好的。指点一下。蛮好的，阳光普照。你这个人呢，心态，你这个人的心态还不错。你这个人的唯一的毛病呢，就是怀疑。你以后少怀疑别人，听不懂啊？好的，好的，师傅，我一定改。啊，还有，不要在自己脸上花太多的时间化妆，听不懂啊？哦，知道了，师傅。有病啊！几个小时就这么花下去，你不是这浪费时间呐、啊？听不懂啊？懂了，师傅。嗯。师傅太激动了，我想请你看看我的妹妹，她是听不见。你能不能讲响一点啊？我的妹妹90年属马，她梦境很不好，好像要被带走，不知道哪里出错了。90年属马的，哎，对的。哎呦，真的不好哎。他是不是帮我妈妈念小房子飞页了？哎呦，人家已经托梦给他了，说要把他带走了。嗯。是的。哎呦，我看看啊，什么问题啊？哎。90年属什么？属马。他劝过人家堕胎吧？他不知道哎。他年轻的时候，小姐妹年轻的时候，小姐妹怀孕了，他好像帮助过好几个人去堕胎的。哦，我知道了，师傅是这样子的，他肯定是不知道对方怀孕，他的小姐妹感情遇到问题了，那时候他就劝人家不要在一起了，觉得是有说过。
劝人家不要再跟这个男的谈说过，但是怀孕他不知道。不知道了，他这个已经动人家因果了，动人家因果了，他可能还没告诉你，肯定了，人家小姐妹已经跟那个男的已经怀孕了，啊。哦。啊，他把人家一劝劝掉的话，他就有杀业了。哦，好的，我让他忏悔多少礼佛呢？86章，还要许愿吃全素。嗯，他全素差不多快4年了。他吃全素了是吧？嗯。对，快4年了。叫他嘴巴好好改一改，跟菩萨好好讲一讲，他的嘴巴不饶人的。哎、嗯。哎，是的。明白了吗？哎。哎，想想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怜，所以我有时候偶然的人家传给台长看什么什么什么非诚勿扰里边什么这里边的这年轻人女孩子那种理念，情愿坐在宝马里边哭也不坐在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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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真的他们怎么不学佛的，他们怎么这么烂呢，就是拿自己的肉体拿自己的肉身去换钱，这么肮脏，而且还被人家看不起，哎，真没出息，真的。哎，师傅，他这个节要许多少小房子呢？放生许多少呢？57张。哎，是你妹妹啊？对，我亲妹妹。亲妹妹，亲妹妹脑子比你活，反应比你快。是的。是的。你叫他老实一点，哎，哎，真的，现在已经人已经发胖了，嗯，是的，是的，他是比较喜欢吃，啊，还穿裙子呢，两个腿都粗的嘞，现在，哎，啊，听不懂啊？懂了，听着了，师傅能不能感应一下我家的佛台行不行啊？佛台，我们家的佛台看到、嗯、佛台后面是什么？是隔壁邻家。嗯，挂一个山水画。哦，山水画是挂个小的，我好的，我会不会挂个大的上去？挂个大的，嗯嗯，把它挡住。隔壁邻居家这里放的东西不是太好。哎，好。你们家的佛台还可以。哎，感恩师傅。嗯。房子的要盯着有没有呢？没有。嗯。哦，好的，感恩师傅。好了。嗯。哎。好了。我妹妹她莲花还在的，对吗？号码。号码他也是83多少的，不知道拜的，以后再说。哦，好了。嗯、哎，好的，再见。师傅，感恩。嗯，再见。哎，感恩师傅。嗯。喂，你好。Hello， 你好，师傅。你好。我是啊，请问师傅啊，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俊宏台长。讲啊。Hello。啊，师傅，我是属羊，67年的。67年的羊，看看啊。好，找到了，你说吧，看什么？啊、我因为一直很容易上厕所，然后腰酸背痛，憋尿，就是每次不是憋尿，就是把膀胱呢，一直很容易上厕所。啊，你，哎呦，你，哎，你的尿路感染呢、啊？你现在不要把、啊、你现在不要把嘴巴跟鼻子靠近话筒，好吧？不要靠近喇叭。啊，否则嘿呀哈、啊、嘿呀哈的、哦、啊，你现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的膀胱有炎症啊。哦，你现在以后不能憋尿的，我告诉你啊、哦、你有、哦、你现在的尿液里面有猪瘤啊，猪瘤是什么？就是有这种经常小不干净的感觉啊。哦，对对对对了，还要多喝水啊。哦，明白了吗？啊，对，我有许愿念108章的小房子，可是还在，不是，我先许愿108章，是因为我的腰酸背痛跟我的腰椎
肩膀突出跟脚部走路有点痛，所以我现在在许愿念108章的小房子，跟那时我许愿5000条鱼，可是还没有放完。可是因为膀胱一直很容易上厕所，这个我还没有许愿念小房子。你现在一个个来吧。好的。你现在第一要喝水，第二你要吃点牛黄解毒丸。哦。好吧。好的，那个是需要吃多久呢？3个月吗？你吃用不着，没那么多的，你吃2个礼拜，停一个礼拜，再吃2个礼拜，再停一个礼拜。哦，好的。好吧，我告诉你有炎症，嗯。有炎症。啊。而且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了，你的膀胱有萎缩现象。哦，好。萎缩现象就是说，你第一尿道感染，第二你经常会有尿意，就是要想去想小便。第三，你的腰已经控制住你的这个喝下去的水，所以你的小便小出来都不多的，明白了吗？对对。哎，好了，而且还要告诉你一个问题，经常。最主要问题不是在膀胱问题，是在你的肾脏。哦。你一定要补杞菊地黄丸。杞菊地黄丸啊。你要吃的杞菊地黄丸是补女人的，这个不是六味，六味是男人吃的。哦，好。杞菊地黄丸是。杞菊地黄丸啊。就是枸杞的杞啊，杞啊，枸杞的杞啊，杞菊地黄丸。那个要吃长期吃吗？你吃3个月一个疗程就可以了。哦，一个疗程就可以了。你吃了半个月，你就马上就小便就顺畅了。哦，好。你这个问题不大。半个月。我看你，对不起，我看你没有什么大灵性，小灵性。我的膀胱有没有灵性呢？小灵性，不是大灵性。小灵性。没大问题。哦，像我要许愿念多少张的小房子呢？小房子我看69张。69张。嗯。许愿呢？放生。放生是吧？啊。放生，嗯。放生500条。嗯。放生500条。还有啊，你千万不能憋小便啊！你憋一次，他大概有2-3天都一直有动不动就想上卫生间，听不懂啊？嗯。啊，像我之前念的那个小房子是我的那个腰椎的哈，那个108章的还没有念完，那个是我就是要再继续念那个就对了，这个是另外分开的，对吗？分开，你念的太慢了。嗯。哦，这样分开念就对的啦。嗯嗯嗯。像我现在这样师傅，我的那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问题哈，就是跟小房子另外分开就对了哈。对。嗯。哦。等一下师傅，对不起。哎，师傅您好，可以再问一个亡人吗？啊，说吧。黄清良，去年11月份往生的。草头黄啊，草字头的黄，三点水的清，良心的良。第二个什么字啊？啊，三点水的清，清水的清。啊、黄清良。对。优良品种的良。对。男的女的？啊，男的啊，去年啊，2015年11月往生的。嗯，恭喜你了，已经被你抄到天上了。我知道他在天上，我想问一下师傅他在大概哪一个天？我看一下啊，黄清良，黄清良，哦，蛮高的，色界天。色界天了。嗯。我现在又跟他许愿了1200张小房子，我需要再把这1200张小房子再跟他念诵完吗？用不着了。用不着了是吗？我都看到他了，王清良，我都看到他了。很感恩师傅，我太感恩了。他的鼻子很大，嗯嗯。对，他鼻子很大，嗯、然后很感恩师傅，因为师傅也是帮他背了，因为之前他本来是要投畜生的，因为他在他往生的那天下午，我就梦到他要投星星、哎，后面我又梦到师傅，然后我就说师傅，我先生本来投畜生的，是不是你背业了？然后师傅就在梦里面笑笑，
真的很感恩师父。就是这样的做人的，我帮了人家我都不想了，你乖一点。我一定好好修，好好修，我乖，我很乖，我感恩师父，我爱您师父，太谢谢您了。那这一千二百张我就不用再念了。不要念了，不要念了，好吧。感恩师父，我爱您。感恩师父，我好好修，我加油。感恩师父。好，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能这个星期四再打了。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